又是我娜娜和玲玲一起做这个期待已久的开箱 Canon 的 Outlook。 真的等了很久了，我见很多影师呢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，很多影师是特意已经在那排，跟着说我要拿部新机拍你啊，这样的。我不想，因为呢得他们有，我没得你。但我现在就有了，有给你看。那我们看里面有什么先。它是有第一层的，它全部都很完整的，即是不是塞满一堆，平时开箱塞满一堆的。有电池，有这个插电器啦，你可以插定出来，我们等一下拿来用。好不好？先爆开。之后还有这个罩啦，落雨洗镜，落雨也不怕，落雪也不怕。好啦，这个是个袋啦，带啦，哇，这些全部送晒咯。我以前买相机即是打那些呢，是凹咯。现在有齐了，所以不用凹都已经有。跟住呢到呢个，啊，佢出嚟啦！你知唔知佢有咩特别啊？我哋就系要试佢，因为佢夜晚影相系好靓嘅。佢声称啊，我未试过，同埋我想试佢个收音啦，所以我哋不如嗱嗱声转咗呢个，再拍自己。佢系可以自拍嘅，睇下。佢个机系轻身嘅，但系咧佢个镜头咧就重嘅。咁呢支系。分别啦，同我之前拍嘅嘢，好，咁下次见啦。